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这次出了一个新的活动哦，来祈愿小屋，老爹要买这个超合金黑光的训练蛋白粉哦，就是超合金黑光的装物，来要祈愿币不足，储值700经费才150哦，那不就要储值7000经费吗？700经费，好，哎，干怎么没有啊？哦，有了，有，哦，有700了，但是期间限1/1，可以买几次啊？350两次，一次，这样我已经喷了台币6000块嘞。然后期间这个213次，一次，哎，这样要买三把，要买两把专武，买不到哎，买不到哎，怎么办？发红包 ，OK。抢红包，自己的红包自己抢啊，不然我都抢不到红包哦。OK， 这样子才1972哎，怎么办？210再两个。这样我花了7000、8000，然后7经费，35经费，好。哇，这样才2529哎，怎么办啊？发红包，抢红包，自己的红包自己抢啊！2533，哇，2533只能买一个专武哎。好了，先买一个啦。我买，还差500哦，还差500哦，这个后面该怎么弄啊？来，超商特卖区。哦，好像没什么一定要买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最重要的礼包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新的这个，但是我都买完了。应该没有什么礼包需要买的吧？哦，春卷的碎片呢？这个要买对不对啊？我买！哇，今天这样子就已经花10000了。13000了。16000啦！我今天已经花16000了，我的天！还有这个，买一买吧，17000，大概花了18000了，还有吗？光今天就花了18000。好像没什么礼包嘞，然后角色钻进疯狂升级，
要五个。英雄专精三阶，直接突破。OK。级别专精，再突破。系别专精，这个不够哦。好了，就先这样吧。然后，欧陀啊，训练蛋白粉，超绝技，直接启动。来，各位，超合金动能，来迎圣灵，跟鬼一样强啦。这个解除限制，再限制，五星春卷，来迎圣灵，被动，极度战力，哇，我真的是大幅提升啊，大幅提升，潜能激发，疯狂培养。我们这个战力真的是疯狂提升哎，老爹应该变超强哦，攻击来到400万啊！啊，这个不够哦，靠腰，自选礼包，怎么会不够啊？怎么会不够这种东西啊？靠腰嘞！潜能激发竟然不够，没差啦，反正我紫碎片也差一点点哦。到时候还原一只角色应该就有了。然后欧团，还没到五星啊，要想办法把这个欧团用到五星。好，那么今天让各位见识一下。老爹到底有多强悍？啊，有人可以告诉老爹，这个钻石啊，我们通常要花在哪里啊？钻石通常要花在哪里啊？我看了一下这边现在的礼包，我都不知道买什么啊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啊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啊，都一些烂烂的，我都不知道买什么，都没什么重要的，没什么可以买的。可以告诉老爹，钻石现在可以拿来 买什么吗？比较划算的，20000多钻不知道怎么花。那么现在，巅峰竞技场是报仇的时间了，各位。很多人告诉老爹，我们的这个驱动啊，要开十核心，来十核的，使用挑战。第一名的地步，我觉得他应该打不赢我了。我已经大幅提升了，各位。先来看一下欧团的专武，好，姜子侠，对面姜子侠的速度好快哦，不紧张。对面的春卷一个追击。8000万，小意思。再来，受けてみろ。对面的闪光，哦，是我的闪光，超合金动能。老爹的钻武547万，没问题。这个钻武的特效没有特别帅哦，好像差不多啊。来。关闭动画，继续战斗。钢铁骑士一个追击，2500万。受けてみろ。絶対。换我们主动攻击的没啊？都是追击啊。不愉快，消えて。对面的春卷追击2400万。追击阶段不用太紧张，伤害都不高。哇！老爹的春卷被晕到了，有点衰。
地獄嵐。受けてみろ。对面的闪光。9000万。我们继续。糟糕，我有点衰啊，我的春卷被晕到了，没办法攻击啊。怎么都是你在打啊，换人了没啊？换我了吧。哎呀呀，都给你玩就好了。对面的钢铁骑士5000万，换老爹的钢铁骑士2000万啊，各位。春卷飞机4800万，有没有看到老爹春卷真的是有点强啊，主动攻击5600万。好，再来。对面的黑蚕，对面的欧船也有专武，也有专武，这样不太妙啊，这样不太妙啊。双方都有专武，不过我的春卷已经五星了，所以老爹的胜率应该还是比较高才对。钢铁骑士一个追击，520万，吹动骑士8万是怎样啊？感觉有来有往，5-5的局面，有来有往，跟上次已经不一样了。上次老爹直接被屌虐啊！钢铁骑士5000万，再来。老爹春卷一个追击，现在走对面的春卷我们就赢了。好，春卷主动攻击3600万。哎呀，莫假崩啊，怎么打那么少？哦，对面的钢铁骑士 is dead。 哎，我觉得我们会赢耶，对面的钢铁骑士 is dead 啦，笑死人啊。你看我们的钢铁骑士，你看我们的钢铁骑士还站在那里耶，他输定了。赶快带走他的春卷，带走他的春卷啊！大绿天，还没带走，不紧张。みんなが俺の肉体を見ている。对面的欧船，600万。我们再来。哎，我的春卷，我的春卷有点危险哎。我的春卷血怎么那么少啊？啊！好险哦，好险哦，这样太危险。老爹的钢铁骑士 is dead。糟糕，好像有点危险呢，会不会打不赢啊？现在剩下4-4啦。大力点啊，春卷！他的春卷血都好多、哦。这一把就算没有赢，我也觉得差距已经拉近了，差距已经拉近了。好，我们的春卷主动攻击7000万，吓死人呐！哦，他的春卷保护罩已经掉了，有机会。哎呀，他的春卷，他的春卷差点挂掉哎，感觉好像是速度慢了一点啊。如果比较早出手，我们应该会赢的。他的春卷也快挂了。他的春卷也快挂了，应该是小叔，应该是小叔。反上大力天，他的春卷快要挂掉了，把他的春卷打掉啊！他的春卷只要死掉，我们就赢了。干掉他的春卷啊！哎呀呀，打不掉啊！看来是输了，我们直接快转到最后。欧团加油！我的欧团一直在不屈哎。现在来到2-1的局面了，
哎呀呀，老弟的欧托 is dead， 我觉得有变强了啦，差一点点的啦，真的啦，差一点点啦。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老弟还会持续强化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